第79届威尼斯影展得奖名单揭晓，最高荣誉最佳影片金狮奖颁给了美国纪录片《所有美丽与流血》。这部由美国导演罗拉·伯翠斯执导的纪录片获奖，创下了纪录片夺下金狮奖的先例。影帝和影后则分别颁给了爱尔兰男星科林·法洛和澳洲女星凯特·布兰奇。而台湾导演陈心怡以白色恐怖为主题的 VR 电影《无法离开的人》在威尼斯沉浸单元获得最佳沉浸体验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